Wicked！ 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、玉芳。两个多月，啊，未两个月啦。哦，啊，你这胸部愈来愈大呢。喂，你马上已经穿外套，我都看未出来。以前就很丰满了，啊，这做妈妈了，听讲就会愈大哟。丢脸！啊，我跟你讲，蓝一萍小姐敢有差？我无伊遐大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注意哦。你现在肿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肿起来了。等你消掉的时候，哈，就要变成木瓜哦。真好啊，孩子可以喝木瓜牛奶。伟大的母亲啊！对啦，对啦。那刚刚啊。你回来，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生疏。我们连续三次 NG， 对呢，哈，压力好大。不是你的问题啦，但是我想你两个多月了，很久没唱这个歌。上次我们看那个 VCR， 你还记歌词还记错？对呢，我给他验收起来，哈，你独唱，看你大笑之歌啊，以后你来唱歌给囡仔听啊。哎，我有哎。我有，他都睡不着。没有，他一听到我唱歌就昏倒。俗话又说，每人一天最好三大小。啊，不管天南地北，不管你是有多高。啊，工作完毕，轻轻松松洗个热水澡。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，大家来说笑。我熟悉伊到阵上上好，上好一间。安尼啊，安尼我嘛是有进步嘞。我做妈妈了，我的歌声也进步了。以前是算好好命，嫁到一个好翁。伊也是讲走去上班，伊连无人要点。KTV 人个小姐唱歌嘛比较好听，你唱个人我还挂起来。喂，迄个经理伊也接麦去。所以有来当艺人呐？开玩笑哈，来。我们要来介绍艺人朋友，第一位是屏东的钟天，欢迎大家好。彰化的萧美系，蓝一萍小姐。台北的陈柏正，阿吉大哥，都是我们很受欢迎的这个好朋友、老朋友、老主顾了。今天真剩又气的了，哦，今天又气多哎。来来来，咱今天好朋友一对来。好，先介绍今天的好朋友啦，来，今天好朋友他们是新竹县竹东镇瑜伽协会所有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。Yoga， 瑜伽，好，来，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评审团啦，第一位是我们的叶佩瑜女士。听说他们有口号哦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听一下哈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起。什么打击耶？哦，又生一个出来了，哦哦，哎，做到这个瑜伽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啦，对啊，对。那今天听说要来教玉芳
因为我们这个产后要赶快，已经复原的差不多了，再要加强一 点，要加油。哦，那我们欢迎叶佩瑜女士来示范一下。来哇！穿这样子哪是来教我们做瑜伽？这是来参加 party 的呢，叫睡掉。好啦，伊当给他做评审嘛。啊，但是伊就是讲刚好他来教你，你可以做。啊，对了，我才口述。我现在那个觉得生完之后这里哈，拜拜肉呢不一样呢。什么？这叫做蝴蝶袖了。蝴蝶袖，对。第一招，好，我们手伸直。好，往内这样。我也要吗？一样。手心对手心，对，交叉。吸气好，往内。吸气，往内，送出去。然后伸直哦，这个可以修复我们的。很痛哎！修得嘞。啊，你看，来一个。我凹未出去，我凹个这里。对，那你重来一次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我们伸直这样子。等一下。慢一点，分解动作。好。然后往交叉，这样内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吗？对，然后往内吸气，往内互打比较便宜，吸气吐气，哎呦卡掉，啊，这个要做几下？你一天这样甩十下，这样子可以？甩十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往内。小孩觉得还有肚皮松松的，要怎么样可以缩这个小腹啊？对啊，那我们就简单来做。不用拍我的肚皮，我已经讲我的肚皮松松了。你只要认真去做，3个月。好，对，真的吗？然后我们手伸起来，做一下来。对，好，然后脚这边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很难看。来扭扭腰，随时娱乐一下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扭屁股啊。8、9、10，刚刚脸八爪招出来过来，然后会让我们的那个今年是猪年嘛，所以让我们说肚子变平躺，然后屁股又可以提腾。哎呀，以后要屁股又可以提腾，以后要录这个要跟我讲，我要慎选内裤嘛，内裤要自己穿旧的，这样肉体才性感啊，还有名牌嘞，够美迈嘞，来，特别谢谢我们的叶老师。鼓励鼓励。我只哈，都爱揢予全世界上水的美女食。啊，那谁讲袂讲袂我食？不是你的啦，是一只啦。哇！嘿啦！哎呦，谢谢啦！丢高！中天神明魔皇秀马上回来哦。这个做妈妈了后，甲当妈妈以前有啥物好笑的代志？无，因为大家拢知我坐月子嘛，我咧即个坐月子中心住30天啊，阮阿拢大家拢陪我，阮阿足好诶，我拢下班就来陪我。阿母一点仔变态，怎讲啊？我去甲伊探班的时阵。放伊生囡仔的迄个影片互阮看，啊，拢有血嘛，爱在遐做讲，你看血，啊，阮大家人好，那是因某伊感觉真好，啊，阮也无啥物亲戚关系咧看，哎呦，你啊恐怖血腥，无来感受一下那个新生命诞生。阿哥咧甲阮讲话呢，你只付一刀啊，遐咧讲话咧，所以母亲。是很伟大。系啊，我感觉我阿妹摆都拢陪我做月来啦，拢啊有一天哦，伊定爱去应酬啊，都无来陪我嘛。啊，我应酬了又感觉讲，啊无来陪我做月来，吼，陪我困吼，也感觉歹势。伊讲就啉酒醉就回来啊。哎呦，回来行到我门口到，雄雄突然间想到，啊，阮囝足高醉的，我搁去婴儿室看阮囝一眼好了。他就走到婴儿室，他就跟婴儿室的护士说。那个护士小姐，麻烦你把那个我的 baby 送出来啊！那个护士小姐看，哎呦，这个爸爸喝醉酒呢，小孩子要给他吗？好，不行，我有事情要跟我的 baby 讲话，你把我的 baby 推出来。哦，那护士小姐就把 baby 推出来，然后我老公就把小孩子的婴儿车推到会客室坐下来，跟他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。第一次当爸爸，好笑啊！伊阿公，我讲哦，囝，嘿吼，人吼来跟你饮酒，跟你
敬酒吼，你就一定要跟人啉哦。啊，做查甫人就是要有气魄哦。跟他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啊。你儿子有没有回答？回答什么话？没有，他打呼。来来来，这个我们欢迎玉芳回来。谢谢。来再来，我们第一位要讲笑话的哈，这个叫中天，我们邀请。欢迎中天。大家好。谢谢康哥，谢谢玉芳姐，谢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嘛是算来过一两道，今仔拢有较接来。系啦，都因感觉咱家本身的效果袂歹啦。你家己感觉，家己本身好是啦。那个闽南语过来小中，没了吧？好个中天，好个是很好笑的效效果。啊，你今仔要讲什么笑？我今仔要讲一个金钩嘴的船长啦，啊，船长，船长，船长嘿。啊，伊本身也买偶尔啉两杯啊。哎，阿姨她饲很多的动物，什么羊啊、啦、鸡啊、啊、猪啊，啥拢有饲。啊，伊其实刚去饲羊啊，饲羊出来，伊这船顶的人碰到些朋友拢出侪嘛。啊是嘞。啊，伫外口咧啉烧酒啦，啊，其中一个朋友就徛起，船顶啊，船顶啊。啊，听讲你饲物件足厉害，啊，拢得赚足多钱的。饲物件，饲动物啦。啥物会拢足厉害？来来来，啊，啊，你饲羊啊，时你用啥个饲？好，简单啊，饲羊啊嘛，无啥困难的，喷。羊啊，食喷。嘿啊，一个饲喷啊，啊，这时阵，迄个兵来，你叫起来，来，饲喷，你讲啊，饲喷，客气，可以给我13万块。罚单。罚单呐，行呐，先换，拜托诶，我是混在里面的，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人，因为我就是爱食饲料甲草，你甲饲喷，哎呦，那对啊，那对，3万赔去啊，赔去，然后佫过无偌久，诶，又佫同款，佫去饲。哎，就想讲，哎，顶回啊吼，饲羊啊，饲喷，去用罚钱嘛，一届改饲别项啊。是，迄阵朋友内底又搁有一个跳出来咯。哦，常常拢来到顺鱼摊做些钱啊，常来到顺啊。啊，像你啊，你啊，一届你饲羊啊菜吼，啊羊啊甲饲啥？哼，我无要你骗你啊，顶回我饲喷吼，结果有人罚钱，我甲你讲，我做一样的，我饲啥？人参、鲍鱼、乌拉草。打什么龙舞？哇！阿舅妈姐，做体操，你两个赞嘛哈！恁当恁袂歹啊哈！可以，三万啊！罚单，一个三万。哎呦，打那个。哎呀，无虐待动物啊！无，伊即个无虐待动物，伊即个伊这是，嘿，这是展望协会的人。他是要怎啊？世界遮侪人拢无饭，拢无饭通食呢。啊，外口外可怜的人，像咧装，哎，去食啥拢伫外口连饭食。你家饲啥物人参鲍鱼，拢乌白饲。啊，那个3万，那个三万，哎呀，伊都唔相信。我想，我一个月怎啊这样，一路卖，佮继续佮去饲，佮饲羊出来。这阵边我内底又佮一个佮走出来咯，常常拢引导呐，走出来讲，啊，船长，船长，即届你饲羊吼，你饲啥物？伊想想讲，我饲喷也搞发，我饲人参啥也搞发。我这届无啊，我学巧啊。我饲啥你唔讲，我给伊200块啦，伊爱食啥去买啥啦。公车会有进步啊，真的啊。来，今仔来公车，你跟阿西大哥还是？哎，你是资深演员，这资深艺人呐，而且资深大哥嘛哈。对啊。我想讲大哥哎，大哥的形象大家拢知啊嘛，主持这部那样国民作好，伊是一个真爱家爱老婆的人呐。哦。我就刚去摄影棚里头，我跟你讲。我什么货拢会当换，我衫啥啥拢当，我厝会当换，会当换好个，车当换好，我就是唯一袂使换某。爱某啊，真爱某，啊，这有啥物好讲个？咱拢知影讲，伊就优良的形象，优良的形象。优良，优良，对啦。啊，伊换某，这无换某，这正常嘛？伊就对无，一定是听某，哪可能换某？伊讲，我讲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无啦，你又说不低啦。我甲恁讲，厝我某个名。车，我某的名；含我的衫嘛，我某阿买；像你迄个乌豆麦嘛，我某的名。我房地产啥拢登记的，你讲我敢敢话某？我若话某，就啥拢无啊！你这袂就纸片人哦？系啊，伊用就算了，就是 A4 paper 有没有？一张 A4 的纸而已。人工仙风道骨，你那朱一广其实很有气质。啊！我现在才发现阿西大哥脖子很长呢。哪有？哇，好长呢！来来，你电视找来，我模仿。
仿这个济公师傅跟咱的三太子。哦，我的好朋友嘛哈。啊，你今仔要带来什么才艺？我跟你讲，哎，那公子这位的公位头的，因为今天刚好是玉芳姐那个生完小孩子之后第一次回来嘛，你的第一次，那康哥又发新唱片的第一次，对，然后我也是又回来的第一次。所以我怎么可能又是模仿他们两个呢？哪里的闹片对不？这样就让人家觉得我们艺人好像都不进步，没有什么东西嘛，下次还可以来这里吗？对不对？老师没礼貌。老师 ，music， music 啊。请问你是？我的三太子的好朋友啊。啊，你是？永华万岁！啊，不是赶快。我你喝到？你搞个什么？我三太子是囡仔，我今嘛是妈妈。我讲妈妈那个巴了。我讲我是永华万岁，因为三太子较细汉，永华万岁较大汉呐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我赶快啊！我无讲。你啊，我赶快哦。啊，你快机。快吧快吧，啊，非常欢迎哦！你有个本来主持节目啊，是啊，听讲你有新秘密的吧？啊，我给你祝福好不好？谢谢啊，中坛元帅。哎，玉芳姐家笑眯眯，精神秀来会好气。哎呦，奖金最着好妈咪。哎呦，嫁衣最人会道理，帮助相同的心意，相信提供会做你。我的那个土地公啦！哎呦，土地公啦，泡泡子。来，啊，你唱是安那？我咧是哦，你是乖啊哟。哦哦。啊，敢有？有啦，有啦。我跟你传呐。有啊。这我甲石聪大哥借来。这支有较大支哦，甲阮个同款。啊，我这原本先送你啦。哎呦。刚有我是国外错觉吗？你有玩报吗？有啊，你家有啊？有哈、啊。好、啊，这国王的玩。所以我知影，伊知影制作单位你要要做动画。玩报转一下。啊，讲你嘛出唱片对吧？我出唱片。安尼就是康康发片好时机，哦，唱片好听传千里。伊是你咱的马子，大家斗阵来支持，赶紧来去买唱片，啊买着听着保证赚大钱。哦，袂错。啊，所以讲我这道唱片哦，会当卖几张啊？伊在咧看，太我管啦。我正无爱甲你讲嘞，勇气有老人，知影我爱食麻糍，暗的送我一粒，才甲你讲。哦，爱甲迄啰。好，刚才我有准备这个麻糍，这大粒你看。哦。啊。来来来。遐大粒，阿妹那食好啦，咱上无。这粒大粒的麻糍刚起啊，对吧？哈。啊，宝贝，伊上无爱卖甲。200万张，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麻糍哈，都爱客户全世界上水的美女吃。啊，谢谢黄美光，不是你的啦，是一只啦。哇！嘿啦！哎呦，谢谢啦！你跳高了。三太注意种声咧，讲规段嘛，足忝的。所以我们千万切记，前天晚上不要喝酒。哦。那不然声音会不好。那声音会发不出来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是祝福两位啦哈。然后呢，也要祝福我们的节目哈，也收视良好。谢谢，来再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。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亚伯亚，第一位我们的叶佩瑜女士，10分。黄淑英女士，10分。是我们彰化的
的萧美系蓝依萍小姐，谢谢依萍姐。嗨，是啊，一两个月了呢。对啊，生得真艰苦的吼。哦，痛痛痛痛。阿五哥，伊今仔讲个要生呢，个要生啊。阿未恢复身材就要生啊。无啦，未得紧先生的啦。对啊，囡仔太高生咧。对啊，对啊。伊进来无生，惊死搞，讲要四十岁就变高龄产妇。没有，她剖腹没有关系吧？今天哦，她四十几岁嘛，能剖腹吗？现在其实三四十岁生小孩很多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过吼，会白老囝又唔通，白老囝又就是较歹请啦。你看你今麦你少年的看钱啊。等于讲，伊拄啊要做兵，我已经差不多啊。对啊，做兵迄两年，我就走。对啦，对啦，你讲在讲屁话。你是咧鼓励你赶快结婚生啦，紧娶啊！无人较早人拢做早就嫁，做早就迄落有啊。有人四十几就做阿嬷嘛。你咧？你几岁先嫁？我21岁嫁啊。少年呐，迄个时代差不多啦吼。21岁就结婚啊？啊，几岁做妈妈？22岁做妈妈啊？啊！可是你21岁先袂阁做幼稚吗？不会啊，我做人就记得行啊。你22岁老个蛋啊！啊对哦，别人是一米姐维持得很好，看起来又年轻啊。是吧？伊讲伊现在起来，你边啊足欢喜。系啊，因为伊变嘛，我无变。但是我觉得我感觉预防胜真紧啊！你看，咱以前看伊面是正的。哦，拢消去啊啦，这边也消一点。越来越接近。无，咱大腹肚的人会稍微有一点会，不是会汗水啦，小看。啊，我较早爱啉酒的时嘛，做过安尼。啊，你就是酒啉伤济，哈。现在较袂啊。咱若啉酒是安怎？酒啉少吼，过汗啦。啊，若啉济来过山。所以你的意思讲，阮囝在这边的时，我得倒来。哈哈哈哈哈。自从到我现在那车人呢？这坐这客啊，好无？我徛到边啊，吼！哎呦！司机那么塞到慢，阿弟搁炸拉环，你个讲。无啦，我要提到底物件，你误会啊啦。干啥呢？一定安尼嘛。来讲笑话，我来讲一个大宝细姨的笑话啦我咧讲一个好嘢啦，伊就是娶大宝细姨，你知无吼？啊，你就知哦，过年时啊吼，拢爱围炉嘛哈，啊，就大细拢围炉嘛。啊，这大宝甲细姨拢坐共桌，啊，翁啦吼，啊，佮大家大官拢坐做伙。啊，这个大宝吼，本来就足去因翁娶细姨啊。哦，啊，结果讲，结果讲含细姨啊坐共桌咧围炉，嘿呀。结果这个大宝吼，伊就是要下一个马威，你知无哈？啊，你就知咱威罗是不是？哦，菜足侪足澎湃嘛，啥物菜拢有嘛哈？是。啊，这个大宝吼，就按你只鸡来摸来掏钱。啊，手就低下了咩？食鸡食鸡，一夫配一妻。哦。嘿。暗示他。对，暗示他啦。好，这个细伢嘛无恁两个呢？看这大宝讲的行的尔哈。啊，伊知吼。把迄个鱼啊吼，捧在伊头前啦，嘿，那个鱼啊手就硬落啊，食鱼食鱼，大宝娶了娶细姨，安尼啦，我就讲，这大宝安尼娶嘛，唔好，哦，到尾这翁就足歹做人啊，你知无？再归还青菜啊，菜在捧在头前，菜就硬落。食菜，大宝细姨我拢爱。安尼啦。公公看讲哇，当系啊，当这三个安尼哦，可能唔对，不对啊，对啦，嘿，这不得酒就捧起啊，来，饮酒，迄条街等下你两个公家女，笑什么啊？还有啦，什么？来啊！什么鸡肠啊？鸡肠啊！素心汤哦，啊，结果这大家吼，看了安尼生意，哎，就是看没有大家较和平的嘛，哦，哎，就赶紧的哈，哦，来，伊个孙啊，咱过年弄个的孙啊嘛哈，啊，孙啊，提头前，嘿，孙啊，嘿，啊，孙啊，就硬硬，哎呦，食顺，慢下代志拢爱吞论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我讲啊，你大宝生一个好
后生尔嘛，啊，细伢无生嘛。吼，这个后生介大汉啦，看因当哩大人拢在摆咧讲遐话无？伊嘛无咧认输的啦，虾也着捧来头前。够虾啊！虾啊，嘿，虾子啊，虾啊，两个件。食虾，食虾，以后财神拢我的。袂歹呢。押韵，哎，这个台语的很多土话，这个加俚语很有意思。对啊，对啊，当做押韵的。假假假，一壶配一车。假假假，假假假，大步抓咧，抓细。嗯，饮酒饮酒，伊都给那个公鸡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别唱那个唱巧。来，鼓励鼓励。谢谢了。相聚只一刻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相对默默无话说。偶然间这一刻，转眼就流过。是否还能再见面？谁都不敢说。就是我们固定班底耗子阿翔带来的《谁是大色狼》。哎，欧巴桑，不，太太，小姐，拍手，人太多太急哈，还给你磕的，拍手，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我在，我还没结婚，还没生小孩哦。嗯，宫北菜。那吃安人呢？这客啊！我无我吃到边啊！哦，哎呦！哦，怎么鸡那么细个蛋？他几个炸拉环的个？哦，我边啊这个小姐我那睡呢，辣掉。你是谁啦？不要我，色狼！你不要乱摸我！不是，小姐，我没呢。什么没有？我要不看你是个年轻人，再给一次机会，你不要再摸来摸去了。没啦，我买蒙卡散的啊。啊？给一次机会，你给我乖乖的。哦。哪呢？嗯。阿翔啊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再来！好了，小姐，你要摸我？我摸了。我跟你说过，要不是看你年轻人长得有点帅帅的，给你一次机会。我，你不要再摸我了，不然我就大叫，我叫警察哦。哦。哎，司机先生。我摸了。你再乱来，我就叫司机先生送你去警察局。好。咁真呢？哎，我讲我你都唔知啦。我甲讲咧，不好呢。想摸我对不对？没啦。这次让我抓到了吧？你是现行犯。没啦，小姐，我是要。
手机啊，要摕我摕落底手机啊，你误会啦。什么提手机？什么什么提手机啊？我都会手机啊。我无啦，我要摕落底物件，你误会啊啦。干啥呢？一定安尼嘛？别个干脆哦，我给侬两个那会使。哎呀，你怎么摸人家的屁股？他怎么那么色？那是你啦！哦，你看就是伊摸的啦，小姐。哈？是？我。变态！你莫甲怕啦，伊是我的哈尼呢。哈尼，我唔怕，我爱这个美女。你讲拉环，你规个错来啊！你哪讲话安尼，突然安尼变态？没办法呢吼，家好顺利。我拄啊，我上久无坐公车，我拄啊在公公车。公车咩啦？坐车。啊，这是恁咱家己做的。系啊。哎呦，做了个假金子哦！来来来，鼓励鼓励。来来来，再来就是我们的阿西大哥。欢迎。阿西大哥好。哎哎，刚刚玉芳，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现在才发现阿西大哥脖子很长呢。哪有？嘿啊，又长。好长哎，不因为太散了。太散。哎，瘦了的话脖子就看得见，胖的话脖子会变短，看不见。康康，你的脖子。有吗？今天有带出来？有啦。要侧面，侧面。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颈纹。一条，哎，颈纹。我咧秀琴咧，妊娠纹啦。无啦，哎呀，妊娠。这有的人拢会安尼，啊，所以咱也有阵啊，咱去拍 MV 啊，所以灯光拍无会变。变安尼的，对呀，也靠谱。对呀，所以要瘦瘦的，像那个阿西大哥，这样才帅。那阿西大哥今天要讲什么笑话？哦，安尼本来先讲一个出车祸的代志啦。哦，安尼讲，大家参考以后出车祸爱安怎处理？喂，你每当出车祸，阿姨都恁有看人出车祸要敢帮忙？万一啦，那家己若出车祸，就知影安怎处理啊？哦，安怎处理嘞？啊，都。阿巧会甲戆的吼，两个就出车祸啊！阿巧会甲戆，对，烧精嘛，啊，两个在那落车紧看麦啊，看看以后，阿巧就讲，哎呦，恁两个，哎，车头真敢乱搞搞，有够衰，嗯，阿戆个听就讲，哎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哦，咱安尼车真敢乱搞搞，但是两个拢平安无代志，哎，这是会大家欢喜，会大家庆祝的呀，嗯，阿巧会听到伊安尼讲，就那讲，稍等下。我走去边啊干妈店，去灌两罐烧酒来，讲来庆祝一下。阿公讲，哎呦，歹势吼，我咧开钱哦。他讲，袂啦袂啦，来啦，诶，小可钱尔吼。嗯。来来来来。林姐，庆祝咱两个拢无平安无大事啦。阿哥，恩嘛。对啊。阿婆，这个车两个来是谁？对对对。阿公，我着足欢喜的，烧酒灌开，一路甲载落去。载落去哇！载落去。阿巧会看，咕噜。啉完啦，阿巧会拄啊袂啉着。哦，阿公爱啉去尔。嘿，讲哎，啊安尼，啊无你爱啉吼，即款，我讲你啉嘛。啊，无啦，歹势啦，吼你开钱，啊搁拢我啉，袂啦，我就无啥伫啉烧酒，你爱啉吼，规气欢喜。拢互你啉啦。欢喜就好啦，我讲，哦，安尼就真歹势安尼，煞来搁搞落第二罐，阿公我载落去，阿巧的手机啊吼，就咱唔知啥物代志，哪里敲电话啊？啊，阿公的啉完，阿巧的嘛拄啊好。敲完吼，敲完以后，阿公就咱问阿巧，讲，诶，啊你拄仔敲电话，互啥物人？因两罐都啉落去啊嘛，敲电话互啥物人？哦，伊讲，阿巧会讲，啊我就敲交通的来，讲叫交通的来处理一下。啊，对，叫交通的来处理，较公平。吼，伊讲，对，啊你。拢互我啉，啊！你拢免啉，你无想要庆祝一下是哦？讲，伊啦，我会庆祝啦。等交通的来，甲咱两个酒测吼，法官判出来以后，我家己会来庆祝。来即套啦。心机太重了，中计了。好啦，安尼以后咱出车祸，知影安怎处理啊？喂，卖恁白的，我白人恁多啊。对。去用亏呢，姐啊，
所以还不爱读册吼，即马食老来用，想要用无通用啊吼。啊，着拄啊好无简单去哦，饲出来以后，人个观众着你爱啊咧着。喂，咱李平啊，恁去台放歌上班哦。我今仔都拼命好势。对啊，伊工念安怎咧？跳跃啊！恁中南部路途遥远，当然嘛较慢。讲一个吼，恁即摆讲跟我甲车有关系就对啦吼。咱做做人爱敬老尊贤嘛。敬老尊贤就是，然后人较侪岁人吼，咱有法度斗三工，咱都爱共斗三工，爱有礼貌。啊，就一个头毛喙手白，迄老阿伯啊吼，伫个车牌啊遐咧等车，啊一只公车来以后，伊就紧爬起来，爬起以后一啊，就阿水啊坐伫上头前啊吼，阿水啊船啊爬起，迄个阿伯啊看船啊甲饲个讲，少年呢，吼。我虽然老懵老，但是还佫会抱土豆。我身体介用的，你坐落，坐落。哎。吼，阿水阿公，啊无啦，阿伯啊，我，你免讲遐多，你坐落去。吼，你若唔坐落去，我要生气哦。对，有个人无勤劳嘛。对啦，系无勤劳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就坐落去。车佫走走走一大久啊，以后，吼，阿水啊，佫爬起迄，迄阿伯佫坐落。哦，甲你讲坐落，你著坐落，你的好意我拢知啊。哦，但是你若正经吼，要搁要爬起吼，我感觉要生气哦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要坐落去啊。车搁走走走一大久啊，啊水也搁爬起，啊爬啊讲，你正经爱我生气，啊爬啊，你好歹哦，我要转去阮厝的车过两站啊，你拢袂让我落车坐。人唔免话威好伊个。人要落车呢。哎，我今妈妈就惊讲我去坐公车，我都还袂够，你在咧笑，你就知我要讲啥。你记得坐公车吗？哎呀，有时候坐捷运啊，我去坐公车，有人要让座给我，我到底要不要去坐他、啊？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尊敬还是一个侮辱哈？你都感觉家己够够用啊？脾气更拢好啊。系啊。无啥物会伊来底。无啦，喂。来来来，恭喜这个蓝一萍小姐。哦，蓝一萍哦，有什么趣事吗？趣事，我来改修理啊。有什么趣事吗？啊，你人家讲个实在几啊十十年啊，其实伊吼嘛算多才多艺，啊演戏爱唱歌啦吼，普通时啊个八嘴六牙安尼。就爱讲话，爱讲话啦，背吹气，背吹来个就是很会讲话。背去背去，吹气拿来拿去啊！哦，背吹来，哦，有这个成语哦。背吹拿去啊！过去是咪做零年历史哦。讲话拢唔认输的就对啦，就爱讲话就对。啊，结果即卖发挥到伊的天分吼，走去电台做主持人。哎呦，好。啊，咱即卖电台拢爱用着电脑嘛，啊对，因为咱讲啊讲节目中拢有插歌，观众会使打电话来点歌嘛，哦，啊人就点嘛咧，点讲整理这条路，哦，啊伊讲好好念咪放互你听吼，伊就点啊起整，播播嘛爱用注音嘛，嘿，起落以后看微博较看到无，啊边啊紧讲话咧，小弟紧嘞紧嘞。紧嘞，来啦！咱这电脑害去啊啦，无这个资料，无这条歌啦。哎，讲你要爱什么歌，整理这条路啦。哎，讲，哎，啊，整理这条路，啊，你是安怎取的？哪会拢杂走迄奇奇怪怪的字出来？用整理啊，记忆引擎啊，哎呀，整是大意啦，那是国语啦。啊，对啦，恭喜。你也要什么八旗？什么要八旗？没有，八国语。八国语的旗，阿公去用昆是吧？姐啊，所以还不爱读册吼，即马食老来用，想要用无通用啊吼。啊，就拄啊好无简单去哦，饲出来以后，人个观众就你爱啊咧就。喂，蓝丽萍啊，恁这台放歌上慢哦。我今仔都拼命好势。对啊，伊工念安怎咧？念啥？跳跃啊！恁中南部路途遥远，当然嘛较慢。
不过这等啊嘛，就是提一袋好不好？这等啊，这等闹是真正是爱拍字，我嘛袂晓拍。不是因为我拢爱用手写板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伊把所有的片啊拢输入你电脑嘛。啊，咱要找较好找啊，无你咱的歌真侪，拢是安尼，拢安尼。比如讲，无爱的物件，哦，爱情哦，爱什么爱什么，饲了你爱那饲了，所有爱拢出来啊。啊，你就知道是在哪一格哪里啊，这样比较好找啊。哎，你若不是你现场甲考看嘛，也考考摸正经要求咯。啊，无我今麦甲你考一个好不？哎呦哎，软蛋的软要安怎拼音？软蛋的软，多几个软。软蛋，软蛋，鸡卵龟卵好不？卵哦，鸡卵的卵啦，蛋哦。卵呐，卵呐，卵呐，啊卵呐，卵，什么卵？地精呐，你进的啥卵？注意注意注意，卵呐，卵怎么变？安卵，日乌安卵，啊日安卵，日安卵，日安卵吧，日安卵呐，乌为嘛？哎呦，啊日乌安卵，对了。今麦就是点这首歌，好，点这个爱爱爱爱爱呀，爱爱，不会了，不会了嘛，爱情一阵风，好来，鼓励鼓励。阿伯一影，亲像一阵风。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笑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门来吹沉风，惊是追，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。我空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，真情是爱在流浪。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害我将。油门来吹沉风，也是对，袂着伊的形状，是我戆，是我空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，情深是爱在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叶佩瑜女士，十分；黄淑英女士，十分；何瑜芬女士，十分；周雨欣女士呢？十分。好，我们来公布一下总成绩啦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分数。来，一号选手中天40分。欢迎。谢谢。好，恭喜两位，今天的冠军呢，可以获得的是财宝天王黑玉髓手链，可以让你好运连连，事事顺心。笑嘻嘻。好，我们非常优秀的艺人朋友。好，是还要请今天现场观众朋友们一起来。平常每天拜个营养，今晚七点大家来说笑。到底来几笑？